大家好，我是黎明，欢迎。才刚承认有了新欢，没隔几天，黎明再度承认新欢就是女助手阿威，已经怀有6个月身孕。脸书上，黎明大方认爱，承认小生命带他进入人生另一个阶段，身为父亲要好好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家人。这爱情就这样，你不可能不付出的，因为你不付出，人家也不会付出。你要付出了，还知道最后人家愿不愿意继续付出。根据了解，小黎明19岁的阿威今年32岁，之前是黎明自家唱片公司的女助理。情定天王之后，身份三级跳，担任唱片公司的业务部经理，并且早已经搬进黎明位于双屿河畔、市价高达2.2亿台币的豪宅，展开新同居生活。阿威在黎明离婚以及丧父的期间长期陪伴，因此得到天王好感。51岁的黎明准备迎接狗年宝宝，而演艺圈内男一明星和女助理谈恋爱的还有古巨基及佑胜，只能说助理近水楼台，与男明星日久生情，粉丝们心碎，但也祝福。记者王千玲台北报道。